9月27号系刘德华50岁嘅生日，华仔每年都会抽时间同 fans 一齐庆祝，而今年华仔就选择咗喺中秋节当晚设斋宴，延开150席同 fans 狂欢。除咗华仔嘅父母之外，今年大班华仔嘅好朋友都有到贺，好似曾志伟、黄秋生、廖侨伟、黄日华、汤镇业等等。华仔先许个愿。Happy birthday！Thank you。阿爸切啦！就连呢一日上午先喺威尼斯翻香港嘅 Dini 姐叶德娴都有现身，佢更加喺赵增熙嘅伴奏之下为华仔献唱一曲啊！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若你默默爱过，更让那悠悠光。多謝曬 Dini 姐。亦都可以咁話，我唔係太認同努力一定係會成功嘅，係要靠一啲有慧眼嘅人嘅幫忙先得嘅。即係如果今次我唔係得到華姐同埋許安華嘅信任咧，我係冇呢一個殊榮嘅嚇。多謝華姐。希望你可以再一次咁样受到所有人嘅欢迎，因为佢哋同我讲，佢要准备送花俾你嘅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Dini 姐多次表示，今次可以荣封威尼斯影后，都是多得刘德华和许鞍华，所以她都带埋奖杯嚟同华仔祝贺。咁我喺呢度咧，就再次咧，就当住咁多人面咧，就系多谢华仔俾一个机会我，咁我努力行一个运啊，系啦。咁我觉得呢一个奖咧，就系应该属于华仔嘅，所以喺佢今日生日咧，呢个奖系属于你嘅华仔。唔係我摸一下先，我摸一下先，因為咧，哇，咁重嘅。係啊，我嗰日咧以為咧你係李娜啲後人啊，我以為你攞咗咩大滿貫，即係網球賽咁樣。都實在喺演戲上面，呢個係一個大滿貫嘅獎嚟㗎。咁你呢個係屬於你嘅。No, 不過攞唔攞到另外一回事，我視呢啲為身外物㗎。係，冇錯。咁但係今日見到呢個獎，我幫你保管啦，我保管一兩日，等我即係係啦，唔好呢啲，我真係受唔起。受得起。受唔起。冇理冇佢。冇你冇我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陶姐嘅。是呢度先有的 trailer 嚟噶，大家睇清楚啦。喺其他咧系睇唔到呢个 trailer 嘅。一如以往嘅生日会，华仔嘅 fans 都会为偶像表演，载歌载舞，氹偶像开心。今年当然都唔例外啦。华仔嘅两个仔仔 Andox 同埋黑仔更加代表 fans 送上一张巨型生日卡表示心意，而曾经同华仔喺电影中合作过嘅小武曾，亦都嚟到为华仔嘅生日会助兴。最后华仔梗系唔少得唱翻几首歌答谢大家啦。有上
手攜着你，我發覺我落淚我妒忌，想跟你分離，將你盡量忘記。